麻辣爆螺，现在天凉了又可以发货了。这个还是发三罐，39块钱发三罐。给你们打开看看这个一罐有多少啊？您吃前也可以加热一下。这里是5个，然后再开一个。然后来一个，这个应该是个个都有黄。干干啾啾的，干黄。你们吃的话可以加热一下，我感觉加热一下更香，要不它有稍微有一点凉。这底部是可以吃的，就吃着有点费劲，看这多大。嗯，可劲。黄很香。